你好，我是一普通话的老师导安琪。Now let's begin. A. 今天中午体育馆有篮球比赛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B. 好啊，几点开始？ A. 今天中午体育馆有篮球比赛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B. 好啊，几点开始？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